Oh yeah！ 哇，各位你看到了哈，我那个老牙已经动不掉哦。今天呢，吃哦，今天拜拜，给他拜上。好，今天有拜土地公呢，所以呢有穿烫的鸡，一只鸡呢，所以他们今天吃什么？吃鲜食哦，送哦，来啊，来来来，来来开饭了，开饭了，来了来了，啊，开课了，来。哎呦，吼、哦！我今天三只拢腰掉啊！你看，反正三只拢腰掉啊！啊，我没有呢，多多哦，多多呢，保持他一贯哦，一贯的潇洒的个性哦，就是割片不吃啊、哦，我就等你们吃一半我再吃。啊，九九不，哎、欸，蛋蛋还多多哎呀，蛋蛋蛋蛋，你粉红色，你家这个是多多的那个，嘿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。啊，来九九嘞，九九慢慢吃哈。哦啊，因为九九呢，也是维持一贯的速率跟调性哦，就是呢，我管你是慢食碗还是什么碗哦，我一样是加快速度的吃。大大呢，你就会看他的速度哦，他这样子吃，他都是细嚼慢咽，所以呢，他吃非常的慢。那今天里面的那个，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妈里面放了什么料，我知道了，目前有的是那个穿烫的鸡胸肉，然后还有鸡肝。哦，穿烫的鸡肝跟那个一点饭，然后那个菜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哎呦，多多想到了啦！哦，多多想到了，想到要来开始吃。哦，开课喽！哦，很好，很好。然后呢，哦，多多的速度就会很快。哦，啊，九九呢，速度就不用讲了。九九呢是已经课到已经差不多了，另外。哦，在我们在言谈之中呢，我们这样子快要两分钟的时间呢，九九已经吃到已经剩一半了哦。哦，那多多呢？后来居上哦，多多后来赶上啊。大大好，感觉他的碗都没有动哦，因为大大呢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细嚼慢咽型的，所以他吃东西非常的慢哦。哦，来多多多多打打架了啊！麦小林爸爸讲要紧哦哦哦，九九已经展现出他招牌的猪鼻子了哦。当这个技巧一出呢，哦，没有任何一个食物能够躲得掉他的摧残呢、啊，哦。就在这狼吞虎咽之间，我们看一下他的碗。哦呦呀，阿奶奶啊，剩这么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，哦，后来居上的多多呢，哦，也克了三分之一了。那我们一开始就开始吃的大大，感觉好像没什么动静。哦，大大吃东西非常的慢哦。啊、所以呢，是小朋友呢，如果你们要吃东西啊，就是记得要跟大大学习哦。就是细嚼慢咽哦，不要吃太快，不要像九九这样子，你看。啊，还没有三分钟呢，他现在的碗，而且他九九是用了慢食碗哦，哦是专业级的慢食碗呢，还是躲不过了他这样子狼吞虎咽的那个啊、哦，还白眼呢，啊，哦他真的吃太快了，哦一眨眼就快嗑光了。那我们多多呢，后来居上的多多现在已经吃到一半了，哦在他进来的这一分多钟快两分钟的时间呢，也吃掉一半了。那大大从一开始就开始吃的大大，到现在。我看一下，哦，还有快三分之二哎，哦，有啦，也算一半的啦，哦，哇，大大还是慢慢吃的哦，各位小朋友，吃饭要学大大哈，哦，不能吃太快哦，哇、哦啊，九九这个东西不要学啊、哦，九九这个是有练过的哦，吃东西呢要细嚼慢咽，不要像九九这样狼吞虎咽哦，啊、哦，听到了没有？啊，九九，哎，按每四分钟哎，三分多钟了，三分半钟了，你全部吃完了哎。哦，扣掉我开场白的时间的话，你已经快吃，就已经全部，就已经全嗑完哦。哎呦，各位，结果呢？今天的黑马是我们的多多哦。多多虽然没有用那个慢食碗，但是多多后来居上哎，直接嗑光了。那、啊、我们吃最慢的还是我们的大大，而且呢，大大一开始还有偷吃多多一口饭哦。哦，你看现在大大的那个进度呢，还是里面最慢的。哎呦，多多要来 play 了哦。大大，你看安尼呢？不累了，啊！多多胃口开了，啊！大啊！哎呦，大大，哎呦，大大让给多多吃哎、欸，那、哦、难得哎、欸，这个是大大爱吃的鸡肝跟鸡胸哎、欸，大大居然放弃吃了，然后把他的份留给多多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边，哦，那个总裁呢现在吃完了，然后觉得有点孤单哦，他的碗加，叫我菜，这边有菜，加啦。大大呢，多多呢，后来居上的多多呢，把自己的饭吃完以后，现在要来帮大大把剩下的饭吃完，然后九九来，多多的帮他洗干净一点。哎呦喂，
那就讲呢啊，一如往常的，吃完饭呢就会帮小孩子把碗洗干净，啊，对，那些饭粒都不要浪费了，对。然后多多今天哦难得胃口大开，然后他自己的后来聚上吃完以后呢，现在也把我们大大的份呢也全部吃完了。然后大大哦大大的给那，看到吗？哎呦也要吃是不是？一起吃一起吃，来多多分大大吃，哎，一起吃哦，他们感情好就是这样子。两只一起，哎、欸，多多来了，来了，哎、欸，这大大、欸，哎，这不是你的啦，大大想吃的，大大想吃，你最后一口留给大大，对对对，啊，好，哎呦，来，那地上的菜，哎、欸，九九，这个菜磕一磕，这样，这样，九九快点，哎呦，大大大大不吃，啊，小朋友都挑食，来，来九九，那个菜吃一吃，哦，完全不浪费任何食物，好了，哎，九九来，那这个大大的碗也舔干净，快点。加了，九九，加，加加加，进来，还有剩一点点呢，舔干净，快点。好的，我老爷一定饱，干嘛瞪我、啊？吃饱了对不对？要吃解压骨了哈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，最后就让我们老爷哦，用那个他个人的那个洗碗的那个呢，来做最后的结尾了。假爸打完收工。那好送吧，送吧。